有打去台电，他说已经在抢修了，也不知道说什么时候会好，很久了、欸。我的鱼竿一个，我的鱼竿，对啊，鱼缺氧了啦。还没有说什么原因，好像大概有听邻居讲说是设备故障啊，就是说我没有打电话到那个1999去，他说那个已经在抢修了。